大家看到这一部影片，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想问：为什么我可以变成这样子？昨天跟同学打篮球，然后被同学绊倒，就变成这样子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去花莲哦，玩两天一夜。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，现在就要出发了。对面是台泥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经过的是事故现场。今天午餐是花莲道地的扁食汤面。这样是要怎么继续行程的？不然就晚上再也没买鞋。超大的雨。Oh my god！ 现在时间是下午1:19，然后先来到岩寮，要来骑沙滩车。附近好像有台风，所以这个浪大。沙滩车已经在那边了。前面就是海了，不能再骑过去了啦。哦，海浪！你会不自觉想把脚放下来？我不会啊。你要去哪里拍？这里啊。哦，要排好。不要那么快，先试一下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它不太好操作。哇哈哈！其实还蛮好开的啊，觉得不至于到太难开了。前面要转弯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大概只骑了20分钟左右吧，原本可以骑1小时的。那车停在这边了，因为真的下太大了，所以现在要去还车，超狼狈，而且我手机壳也湿了，等一下可能要好好清一下。不过刚应该是有拍到一些不错的片段吧，伤口可能等一下回去重新包扎。来，吃米来，来 kiss me 啊，来 kiss me 来 ，kiss me 啊，好香啊，出来。啊，终于，我们到了今天要住的饭店了。你这个行李放门口就好了。好。哈哈。不要问人家活软看起来怎么样。哇。啊。浴室长这样，挺有质感的。整个房间就是长这样了，冷气有点冷了、啊。这里就是上下铺。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？爽。这个是海景客房，
刚一进来以为那一艘是利拉伦，结果不是，那一艘是星动游轮探索梦号。现在天气有点不太好，乌云笼罩整个花莲港。我们等一下就出去吃饭了，是去吃花莲港附近的一家海景餐厅，听起来很不错，所以我们就 let's go。 那边一排人要上船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油烟已经开始喷了，基本上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出航了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出来给大家看。外面下雨，所以只能坐里面的泰式的炒泡面。这里有红鹤，活生生的红鹤。哇，石头的夜景还蛮美的。这个不是酒，这个是冰淇淋汽水。刚刚已经洗好澡了，也放好纱布了。今天玩的挺开心的哦，它的行程非常充实，现在有点累了，真的。今天影片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，喜欢按个赞，想要再看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订个月。拜拜。